好，在这一个图里面呢，它有一个 curve y 等于 f(x)，然后它有 straight line y 等于 g(x)，然后他说它的 curve y 等于 f(x) 跟 g(x) 呢，它们在 O、P、Q 这三个点交界。然后他讲 area of shaded region A 呢是1/5/2，所以这个12是向前走1，然后向上走2。So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个 curve 呢？是 f(x)，OK，然后这个是 g(x)，好，所以它在这一边，还要我们找 integrate 从1到0 f(x) dx。我们知道呢，从这个图啦，我们在这个 area of A 那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 integrate 0到 1 f(x) dx，然后它也等于是1/5/12。OK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要的是 integrate 1到0 f(x) dx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变成 negative of 0到 1 f(x) dx，所以它会变成 negative 1/5/12。所以接着它这边它要我们找 k，如果它给我们的这一个东西是这样。OK，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这一个呢就会变成 integrate 0到 1fx dx 3减零 integrate 0到 1k dx 等于12，然后0到 1fx dx 的话呢是这一个1/5/12，然后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是三个，然后将，然后减。12等于 integrate 0到 1k dx，我把我这整个搬过来，这整个搬过去，OK，so 这一个东西呢，它会变成了 kx 从0到 1，然后我在这一边3乘带分数1/5/12，我拿到的是17/4，然后再来。减12的话，我拿到的会是等于减31/4。OK，so 这一边是减31/4，然后这个会变成 k 乘1减 k 乘0，等于减31/4，所以我的 k 会是等于减31/4。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接着我们再来看 B，它说 area of shaded region A 是这一个东西。OK，so 它要我们找出 f(x)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东西，OK，它其实会等于这一个东西，这样，OK，so 我的 integrate 它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其实是加 e 了的这种东西，这样，so 我的这个 f(x) 呢，就会是等于我。那个 d per dx for 里面的这一些东西，我 differentiate 它，differentiate 这一个东西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4 x power 4减 e over 4减4 per 3乘3 x power 3减 e 加。5/2乘2 power x 减 e，所以我就有 x power 3，减 4x power 2加 5x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f(x)。